这个蛋能送我两个吗？不念你跟妈妈别。我可以给你设计一套刚需销售法，让顾客看到了就不想走，走了还想来，来了还想带朋友再过来。我跟你讲，鸡蛋不是摆出来卖，是扯着卖。我这个方法就叫扯蛋销售法。你给我60分钟，我来当老板，我来卖，一个小时我就能出去100筐。我先卖10分钟，10分钟卖10筐，1分钟出1筐，卖不掉钱归你。但如果说做到了，能不能拥抱一次？可以。营销第一步，先做停留。你看我一招让顾客看过来，一招让顾客留下来，一招让顾客全买下来。举办一个扯蛋比赛，我问你，这个蛋啊，如果你去捏，你能捏碎吗？可以捏碎啊。你确定？不确定啊。如果别人能捏碎的话，我奖励他100块钱，行不行？但如果说捏不碎的话，能不能让顾客去买200？这个叫概率营销。大家都觉得很容易捏，对不对？其实很难，边看边学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扯蛋比赛，这个蛋哦，捏碎一个奖励100，两个奖励200，三个奖励300。如果捏不碎的话，买200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开始。两只手试一下，给你10秒钟。哦哟，这个有点力，有点力。是不是还没有吃晚饭，没有力气？不行了，这个是不是真的鸡蛋？这是。他问你是不是真的鸡蛋？是真的鸡蛋。啊。不行。手没力气啊。手没力气。不行。那怎么办？买，我买。买是吧？心甘情愿。心甘情愿。200，付掉了啊。哎呀！哎呦，你悠着一点，悠着一点啊，对吧？不要伤害了自己啊。等，你有点吓人吗你啊？不然，等一下，停 ，OK 啊，结束，你这个感觉要练功了一样。200鸡蛋，120块钱，40块钱。啊，对呀。捏不动是吗？正常的话，1板鸡蛋是20，两个是40块，捏不动是吗？捏不动。2板是40。挑战失败的话是买240块钱，来，那就你少了吗？少了没有？好，行啊，你也是40啊，准备好了，1、2、1、2、3，你要背着我，你雷声大雨点小啊，200，怎么样？特别开心，嗯，所以说这么多人去挑战，真正能够捏碎的有多少个人呢？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你通过这样的游戏，再用短视频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，发到网上去，你会不会获得更大的曝光？会。线上加线下结合，把你小店的名气打出去，一箭双雕。所以2024啊，摆摊也好，开店也好，一定要模式先行。我还有365招更厉害的销售模式，你要学吗？想学。想学。嗯。那能不能拥抱一次？可以。Nice.